会長、市長が言ったことは我々の推測と全く同じです。三井を殺したのはやはりソ連の女です。残念ながらもう私に殺されました。三井はただの小米人だ。なぜソ連人が彼に対つけるの？原因は簡単です。三井商事には実験室がありました。三井はそこの主人ですから、ソ連人はきっと彼が責任者だ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。これは奴らの暗殺動機です。会長、三井は火山官の調整を受けてからマティールへ行ったのです。そそのかしたのは火山官だと思います。とりあえず奴を殺して三井のあだを打つのはどうでしょう？殺すは簡単だ。しかし我らはもっと大きな結果があると。彼のことを利用して。はい。老爹，你家少爷呢？找我们家少爷谈话吗？啊，就谈这样是吗？啊，我他妈今天弄死你！走了，回家再说。马局长，你给我记住，谁打的我，我保证让他活不过三天。谁打的你？是不是你？啊！走了，回家再说。王爷，你等着我。回家了，慢。生物の事件と痛みは違う。ゆすりはいかんだ。情報を見るとソ連人は今ベースの検証をやってる。もし彼たち先だったら、あなたはベースの検証第一に者にならねえ。それにもベストにやってるの。だから彼たちあなたの研修証明持つでしょ。あなたの研修の結果が彼たちがどうしたいじゃないかな。バカ野郎、無事なやつだ。誰でも私の先にペースの完成はならない。私は坂本、ペースの研修世間の第一人だ。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。こういう自信があります。
妈，我二哥这都回来了，你就别难过了啊！你看他浑身上下都伤成什么样子，不知道在里面都受了多少罪。好了好了，人既然回来，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仇早晚得报。哎，冷冻，别说这种话。你看，大家为你刚回来正高兴呢，啊，来。米拉说的对，只要能回来，比什么都强。人是回来了，钱还没回来。行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待着待着吧，别到处乱跑了啊。不出去就没有钱，没有钱就得违约。我的意思是。别再出去惹是生非了，你懂吗？你看看你浑身上下还有一块好地方吗？吃饭都让人喂。钱的问题不用你考虑，我已经通过正常渠道打官司向他们要。不用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。我现在跟你们说啊，从明天开始，冷家所有的生意都交给喜妞打理。凭什么呀？什么也不凭，就这么定了。你看你，非在这时候惹爸生气。闭嘴！哎，吃饭吃饭。这铁路我修定了。哎，冷冻，冷冻。哎，冷冻啊，冷冻。弟弟也是想做一番事业，可能这个方式方法上也是好事儿，是吧？好事儿，他太愣了，他根本就不明白这里边的道行。修铁路啊，这压根就是没影的事儿，明摆的是个大坑吗？做买卖是这样，遇到一桩买卖，你要看能不能看清楚，一旦看不清楚，告诉你，坚决不能做，这是行规呀，儿子。你就让他试试呗。是冷冻是固执了一点，那你也得给他时间让他成长呀。哎呀，给他时间成长。儿子，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？啊，日本人虎视眈眈的，谁给我时间呢？按理说，一个人这一生当中蹲了一次大狱，应该有记性吧？啊，你看看他。刚出来没半天，还那个熊样，他什么脑袋呀？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家里的生意也不能交给犀牛，他毕竟是个外星人。弟弟不就这个性格吗？他就是太想在你面前证明他自己了，他太着急了。是是是是，我都理解啊，但是说实话。就其做生意而言，你们哥俩绑在一块儿不如一个犀牛，知道吧？你看看服装店，让打理的，啊，井井有条，啊，账目清晰。现在我们冷家生意啊都不景气，唯有这个服装店，天天有钱进账。哎呀，冷风啊，说实话你，哼，反正我这个老头子也算有福啊。老了老了，找了一个能干的儿媳妇儿。爸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真这么决定的话，那冷冻对犀牛会有看法了。哼，那说明他更幼稚。他以为他人放出来了，那件事就算完了。啊？怎么可能完呢？说不上哪天那帮人又把这件事情给他翻腾出来。哼。所以啊，他现在不是有伤吗？就让他好好在家养伤，哪儿都不让他去。冷家不能再出事了，啊，儿子。
我明白，您是在保护他。你明白有什么用啊？他明白才行。您放心，我会让他明白的。嗯，去吧。那您早点休息。 慢点，二少爷，别说了，我这人就这样，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你们谁都别拦着我。老爷这么说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，我别的不相信，我就相信一点，这天下是打出来的。 我来给你过生日，你却杀了我。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？生日快乐！ 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。没关系啊，从今天起，以后每个生日我都给你过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说吧。我还真是有事儿。我希望你能够一年比一年的。 一年比一年年轻。我更希望你能够早日脱离间谍生涯，做一个贤淑、善良、温柔的女人。你能做到吗？我很好奇，你还了解我什么？ 哎呀，我了解的太多了。比如我知道你花粉过敏，所以我送的你都是假花。哼哼，这似乎有点不太公平。你这么了解我，我就对你一无所知。尊敬的何先生，现在你能不能再好好的介绍一下你自己？非常荣幸。
告诉冷战秋把冷冻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就冲进去抓人。什么事儿？让冷春秋出来见我。马局长，这大清早的你兴师动众的，这是干什么？让冷春秋出来见我。冷老爷是你想见就见的，上次你把二少爷打成那样，冷老爷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今天你在这咋咋呼呼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李忠信，你给我听着，冷冻杀了警察，我今天是来抓人的。抓谁呀？询问情况，都说狗不长记性，看来人也是这样。上次你把冷冻带走，给我造那个熊样，我还没找你呢。我说了，这次我是让他配合我调查。凭什么配合你调查？你想把人带走，你得有证据。有证据吗？会有的。会有的？你现在有吗？好，冷会长，既然之前我告诉你，证据我会找到的，麻烦你转告你的二少爷，让他小心一点，以后千万别栽在我手里。你给我小心点，你把我惹急了，谁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好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咱就骑毛驴看唱本，告辞，走。把冷冻给我进来。老爷，二少爷一早就出去了。啊！他们可真够残忍的，忍着点啊！是我自己抓的，老铁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如果不把这双手毁了，他们就得逼我签字。我如果把字签了，我真的他妈就完了。没事，你这手啊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过几天好？我现在连指纹都没有了，估计以后连手印都按不了了。是个老板。以后根本不用二少爷，直接签字就行了。签字，签字，就是他们逼我签字，不我不签字，他们就打我，就他妈折磨我。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。好了好了，你心情不好，我陪你出去走走。马上给我约何总管，我要跟他见面。忘了跟你说了，修铁路的。说。修建的铁路工程，何三官已经跟齐盛公司签约了。什么？白记者，西里，什么надо？Мы получили новую секрет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из Токио. Это япон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гений Исихиро Канти. Именно он является гением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. А это его ближайший соратник Итагаки Сэширо,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русско-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. Сейчас уже дослужился до старшего штабс-офицера. Так, японские принять меры? Ты знаешь, мы наблюдаем за японской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армией. Она связывается с Токио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елеграмм. И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количество телеграмм удвоилось. Эт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, что они готовятся к крупному действию. Как и отечество. Ты знаешь, Китай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был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. Сейчас Китай ослаблен, как больной. Мы это знаем, и японцы это знают.
поэтому они пользуются каждым поводом, чтобы вмешаться во внутреннюю политику. Убийство Джан Цзолин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ом, что они уже начали войну. Война идет. Но японец будет больше, чем ляодунский и наймен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, что они видят весь Маньчжурии. Ну, ты знаешь, Хо, мы сейчас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бороться за Маньчжурию с японцами. Если начнется война, нам нужно будет уходить. А если мы будем уходить, то нам заранее нужно переносить наше имущество.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ажные объекты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ереносить уже сейчас.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Монголии? Хо, это грязное болото.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нельзя в это вмешиваться. Время надо. Если у нас есть крупный выход, будет вызывать внимани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н. Я боюсь, японский будет продвигать на войну.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мы должны переезжать очень тихо. Знаешь, как муравьи.听说家父和马局长闹得不太愉快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。冷静一啊，咱们话不往回说啊。按照你我的协议，你弟弟冷冻我给他放了，可他现在不依不饶，还杀了我的人。我看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们只能跟冷家鱼死网破了。你确定那个警察是我弟弟杀的？他是你亲弟弟，他什么样的脾气你应该比我了解呀？啊，谁敢这么干呢？谁敢这么干呢？我承认是我们不对，让他受点皮肉之苦。我呢也是没办法。前市长张旅长也是拿枪指着我的腰呢。就算真要算账，也找不到我的头上。是是是，这事儿你容我查清楚。如果真是我弟弟干的，一定给你个说法，好吧？庄口二少爷，出出气差不多就得了。啊，哈尔滨也不大。 这出来进去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真要是撕破脸，大家都不好过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。马局长能把我弟弟放出来，真的谢谢你。你放心，咱们还按之前的约定，既往不咎。我看冷家现在也就你一个明白人了，那不打扰你了。 告辞了。なんで？できないの？いいえ、もっと適切な期間を待っているのです。何言ってんのよ。お前は日本で。 育て一番いい殺し屋だ。一人殺してまだ時間かかる。加山官はソ連人で、もともとスパイです。彼を倒すの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い。確か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。どのぐらいかかる？もうすぐです。 美津子さん、彼のことを好きになっての？私は誰も愛しません。あなたは必ず愛って。あなたは日本人だから。もし何三官は分かってれば、あなたは先殺す。 これは一人の全てとして最も重要なことだ。分かってます。安心してください、会長。なるべく早く解決します。これは母親の写真ですよ。見てください。彼は今いい生活している？ 水子さん、あなたの使命は、俺は俺に。
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使命はかかっている。普通の夜行の艦長は持っていけない。日本のために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。はい。冷少爷，上次何先生，我今天来呢，不跟你说三井的事儿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把铁路工程给了齐盛？给齐盛，首先是因为他可以马上拿出垫资款，而你这边不行，我的工程又没。姓何的，你他妈耍我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老爷子全都打了保票了，你现在让我脸往哪放啊？你还让我在哈尔滨怎么待？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别激动，千万别激动。但情况我也知道，冷老爷子已经把你的账户封存了。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？下次咱们再合作。我干不了下次，我就要干这一次。你拿不出垫资款，你怎么接呀、啊？这活儿，而且你哥哥冷风也找我。你不要跟我说我哥什么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工程是我的，跟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姓何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个铁路我修定了。可我合同都已经跟齐盛去签了。跟谁签了？齐盛。再说一遍，齐盛。跟齐盛是吧？好，你明天告诉齐盛，这个项目现在是我冷冻的了。我看他敢不敢从我这块抢。真要干，非要做。那这么着，董少爷，既然你有这么大决心，我也跟你表个态。上次三井的事情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本来是想帮你把钱要回来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还让你进了监狱。这是我不好。那这么着，齐盛的合同，我去毁了。好。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我谢谢你。但是，垫资款你一定要尽快落实，啊？好。衣服穿的还暖和吗？不暖和的话，再送你一件。冷风加入组织，你我都做不了决定，必须省委批准才行。下一次党小组开会，我会在会上提出来。好，老陆，组织上考验我三年，冷风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吧？考验是终身的，身为共产党员，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信条，不要以为进了门、握下手、叫声同志，就可以放松自己的信念。是，我没有放松自己吧，老陆？不过冷风可有点等不及了。他一直在问我，说能不能参加一个像咱们这样的组织。他对咱们的好感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早在北平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学生运动了。考验一个同志，主要还是要看他的品行，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行的。对，我当介绍人，请组织上批准他加入共产党。
我看你比他还急呀，是吧？你现在的病情很稳定，没有恶化，继续服药就行了，可以了。谢谢师傅。你可别老这么叫我，都把我叫老了。我觉得这样叫挺好的呀，你不觉得吗？ 我叫你师傅，不是显得咱们俩的距离更近一点吗？杨凌，你冒着生命危险替我试药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贾秘书，这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执行前市长的指示，撤销防疫处。为什么呀？这是前市长的批文，自己看。 现在哈尔滨的鼠疫已经并没有根除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撤防疫处。现在不是不死人了吗？这鼠疫爆发有很多种情况呢，潜伏期很长，有的半年多才会爆发的，到那个时候再爆发怎么办呢？那还不好说，再组建一个呗。前市长他根本就不能这么做，我们的疫苗还没有研制成功，老百姓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得到保障，一旦再爆发鼠疫，那可就是灾难了。哼，我就是个传话的。 今天谈得格外的好，肯定有什么好事吧？这你都猜得到？从你的琴声，还有表情当中，都能看出来。说吧，分享一下。三观，你知道卡斯普吗？当然。 法国非常著名的钢琴家，怎么了？前些日子我给他写了封信，想请教请教。让我猜猜，他给你回信了，而且还在信里对你大表赞赏，鼓励有加。三观，你也太神了，你都能上街去当算卦先生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大师给我写的亲笔回信。 衷心的为你高兴啊！我发现你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跟我大哥特别像。董峰，我跟他像。你别看你们长得不一样，可是你们说话的那种神态，还有做事的风格，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 哎，那我就特别感兴趣的要听你说，你跟我说，仔细讲讲到底是举几个例子，我们俩到底哪儿像？你好像对这话题很感兴趣嘛。嗯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巧，何先生也在，真是太巧了。我们刚刚还在聊你，来，一起坐着喝一杯吧。对，不用了，我就是来接我妹妹回家的。 接我回去，何先生刚要送我回家呢。既然你哥来了，那就不用我送了。哎，何姐，你到外面等我一下。
我单独和何先生说几句话。你们要说什么，还要背着我啊？工作上的事，听话。哎，那好吧，那我先走。 听说你在帮我弟弟联系一个工程是吧？嗯，有这么回事。但我已经转给齐盛了，你不是之前答应冷冻了吗？啊，对啊，我那也是看着冷静的面子，才把这个工程包给冷冻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你们家的关系非常的复杂，我怕万一节外生枝，耽误了工程，所以。 太好了，冷专员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弟弟这个人不太适合做生意，太容易冲动了。总之，你拒绝他提出的要求就好了。我也这么想，但问题是，就在今天早上，他还拿着枪到我的办公室，非要这个工程。你说你让我怎么办？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式，是你回家好好劝劝他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让二哥做啊？何先生，谢谢这段时间对我妹妹的照顾，以后就不麻烦你接送了。 我是有点事儿没弄明白，问问你。你今天你突然跑来接我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挺喜欢那个何先生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他不好，你不高兴。咱们家最近出了很多事儿，你得小心一点，要保护好自己。 我发现，你现在越来越像咱爸了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但你确实缺少社会经验，很多人和事你就看个表面，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反正这段时间你别瞎跑了啊！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？谁是别人啊？你不就是指何先生吗？ 你别怪我，现在你还小，等你长大了成熟了，你就知道哥的苦心了。原来我没时间陪你，真是太忙了。现在好了，我失业了，以后我天天来这接你。
恰似山中水起兵，一夜从天外风雷动，看似有心却无心，兄弟呀若精灵，恰似山中水起兵，一夜从天外风雷动，